家好，我叫陈汝珊 Mina Chen， 很高兴星导给我这个机会能向大家介绍自己。我来自中国广东，会说粤语、国语以及英语。我是一个即将大二的学生，我的专业是工商管理。我对创业充满着热情，因为我认为创业需要不断地克服困难，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，要不断地提升自己，所以是一个极好的学习和成长的机会。在未来，我希望我能完成我创业的梦想。我有很强的好奇心，所以在平常的生活中对许多不同领域的事物都感兴趣。我尝试过 modeling、 瑜伽、中国功夫和韩舞，在这其中我最喜欢中国功夫和韩舞。中国功夫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价值，因此我学习了3年，现在是4段子带。我希望在未来可以继续弘扬中国武术文化。我曾在东方艺术学院学习韩舞，所以有幸参演过几次节日表演，收获了很多舞台经验以及好朋友，并且在空闲之余也喜欢自己独自练习喜欢的舞蹈。多样的兴趣让我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。此外，我也热衷于打剧本杀，因为我觉得剧本杀这种角色扮演游戏可以让我暂时脱离自己的身份，带入不同的角色，体验不同的情感和思维方式。后来我因为热爱而坚持了剧本杀主持人，主要原因是我觉得作为主持人，我可以带领玩家进入游戏的世界，让他们融入角色，享受游戏的乐趣，能够给他人带来快乐和欢笑，也是一种非常棒的满足感。在兼职剧本杀主持人的过程中，我锻炼了更好的表达能力和主持能力，我的国语也越来越标准。希望在我不断的努力中，可以给更多的剧本杀爱好者提供更好的游戏体验。我性格上比较外向、乐观、友善，并且非常喜欢交朋友。我希望参加星导小姐可以走出我的舒适圈，开阔我的视野，变得更加自信。我是 Mina Chen， 作为2023 Singtel Cover Girl。